大家来意大利蝴蝶牌在台湾举办的手染会。我们这蝴蝶牌呢，已经有81年的历史了。这个意大利蝴蝶牌呢，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是100%美丽诺羊毛。这个产品呢，染完之后它比较不容易散开。跟李老师学，你可以学到一些以前可能没有人跟你讲过的东西。我们就想说，借有一个手染的一个机会呢，把这个欢乐呢能够带给大家。我跟编织结缘应该是要讲到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很爱打毛线。我发现，编织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对于毛线呢，因为就是喜欢学而已。一个东西变得杂以后，它一定不精嘛。我眷村长大的，其实勾毛线我也是小时候看人家打就打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玩。对于美学或者说手作、绘画都非常有兴趣，几乎是每天玩毛线。然后我就在冬天勾小朋友的帽子啊、围巾，送给他们当那个圣诞节的礼物。真的希望之后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，然后来学习更高深的技巧。Filatura di Crosa， I can do it。